哇，好，谢谢啊，这个也感谢主持人啊，这个没想到啊，我们说正常来讲是给一些基金做路演啊，今天我也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娱乐圈的人士啊，这个舞台说实话交给我这个确实有点大啊。那我看下边呢，可能有一些这个老朋友啊，我看也有不少熟悉面孔，也有一些这个新面孔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那关于我呢，我想这个先给大家看一幅照片啊，因为很多人去这个百度上搜索的时候啊，他搜这个傅鹏啊，他会发现有两组照片，他说这个是一样的人吗？啊，很多人就在微博上我看也问我说，你是那个傅鹏吗？我说哪个傅鹏，你先告诉我啊。所以说呢，这次华尔街见闻邀请我呢，我觉得如果换成几年前啊，我说实话我不会答应过来的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想知道为什么，看一下这个照片啊。这是几年前，当时我在这个现在大家也猜出来是我了，当然还有点像啊。看看这个，那个时候在央视做节目啊，那个说实话 我那个时候其实不太愿意上电视节目呢，因为这个太胖了啊，这个显着就是40岁的老人嘛啊。但是知道我的朋友2013年呢，我在上海吧，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啊，应该说这个手术呢改变了我所有的轨迹啊。一方面呢，我把原来的人生经历呢，应该说完全做了一个调整啊。我以前的时候跟很多的这个做 trading 的这些朋友，大家其实一样啊，我们也是熬夜啊，也是很累很辛苦啊。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脑子工作的越厉害就越胖啊，所以说我跟你讲，你要不够胖呢，说明你在金融圈领域啊，这个脑子还没用得很厉害啊。但是现在呢，我们说整个思路变了啊，我也把周期拉长啊，也不像一些这个天天大家再去这个电脑桌前去做一些这个短周期的交易很少了，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做一些非常长的这种逻辑性的布局啊。所以说我的生活状态呢，就一下子变成了右边这幅图啊，什么呢？走走看看啊，一边的调研，一边的去完善自己的思考，另外一方面去发现这个投资的机遇啊。所以说呢，跟大家做个介绍，以后呢百度找到这样的照片的时候不要误会啊，这也是我啊。所以说呢，我跟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认识了以后呢，哎呀，我也想从大家那儿得到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信息吧，所以我们做一个简短的这个调查啊，大家平时你们在关注哪一类的资产啊，这样的话我好心里有数啊，我至少知道大家至少都是哪一方面的这个领域的啊，都涉足哪个方面的领域。那这里边呢，我给了一个这个投票啊，大家手上已经都有这个投票器了啊。傅鹏老师，要不我来说一下啊。好，大家拿出手中的这个投票器，你可以发现啊，就是在右手边这个有一 A、二 B、三 C 等等之类啊，这个数字呢就分别代表 A、B、C、D、E。然后呢，大家只要用力的摁一下，比如说我参与的大类资产最多的是股票，用力的摁一下就可以，非常方便啊。好，那我们大家可以帮助我去完善一下这个调研啊。现在我们可以选择啊，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再来一项叫做我什么都干啊，其实可能放到我这儿我可能会投 F。 哎呦，结果出来了啊，所以说看来今天来的大部分啊，大家是这个股票啊。那我是说股票基金经理呢，还是说股民呢啊，反正 whatever 无所谓了啊，股票占主要的啊，汇率紧跟商品啊，债券的少啊，这个跟行情有关系吗啊，房地产啊，我所以说我大概心里有数了啊，知道大家对哪一类的资产比较有兴趣啊。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一开始呢先分享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信息啊，说实话太过于的这个碎片化，这一点呢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应该说很早之前呢，我就跟国内的很多朋友，我们很早就在进行沟通和交流了。那个时候2004年的时候我在伦敦啊，实际上那个时候也很无聊了，华人其实那个时候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工作的时候其实华人还是有限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在中国很早以前就在刷 BBS 啊。那个时候现在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我们说有微博、有微信、有朋友圈啊。
那个时候就是玩 BBS 啊，发一些东西跟大家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那都基本上十三年前吧，差不多啊。那个时候呢，我觉得 BBS 要比现在的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你至少可以很清楚地阐述清你的逻辑。现在的问题是很片面化，片面化了以后就导致大家这种碎片化的信息接收的过程中啊，其实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就是你很少地去了解他为什么这么思考，他可能给予你的是一个结论，给予你的可能是他中间的一个数据啊。其实我有时候就这么干啊，有人说你怎么那么喜欢这个分享呢？我说坏了，这个十几年的习惯改不了了。但是呢，分享的时候我看也有些人在下面评论，我就发现碎片化信息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他只看到了一块，他无法去思考你是怎么得出来这个逻辑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次见闻稿的这个见面啊非常的好啊，以后可以多搞。什么意思呢？我们有足够长的时间啊，我们可以把这个逻辑线分享出来啊。一个人的思考绝对不是一个点的问题，而是一个面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开篇呢，我先聊一聊上半场，其实我大部分时间会聊一下我的逻辑啊。但是我觉得时间仍然有限啊，45分钟的时间，我们不足以去把所有的逻辑线的每一个中观、宏观、微观啊，这个宏观、中观、微观，我们都展开，我觉得有难度啊。所以说呢，我大概呢把整体的架构跟大家分享啊。当然了，我还要首先强调一点啊，我们不是经济学家。所以说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经济学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有些答案是没答案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不去纠结那些东西啊。我觉得其实有些人做这个策略的或者做交易的太过于纠结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误区啊。你毕竟不是一个学者啊。所以说呢，我只能说我的架构、我的逻辑是当下的情况，至于说50年后会不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全球的一体化格局会不会被撕裂掉，全球的分工会不会发生变化啊？美元在战后主导的这种体系架构啊，无论从货币体系、债务体系啊，一直到全球秩序的这种架构会不会被打破啊？因为今天我们也在开一路一带嘛啊，我们说将来会不会被中国替换掉，我说这个答案我不知道啊，至少它不在我的 trading 的体系内啊，因为你没法基于这个东西去架构一个策略。所以说我的体系更多的形成于什么时间，大概也就在17、18年前左右，当我开始啊，这个因为我的整个家庭背景也都是做金融的嘛，所以说当我从小开始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体系其实形成了。但是我想说的，我没有原创的东西，在体系这个上面没有原创。为什么？不需要原创，我只需要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就足够了。比如说汇率的体系，我站在这个索罗斯先生的7500字的内容上面去进行一个思考和深化足够了。比如说经济的体系，大家都经常看到的啊，比如说我上面提到的战后的秩序啊，全球的分工啊，然后呢这个全球一体化的问题啊，然后呢比如说大家在大学课本上都学到的啊，蒙代尔三角形啊，这些等等概念都是已经存在的，但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人在应用的时候没有把它很好的整理在一起啊。所以我只能说我的体系，准确说我觉得这几个字非常代表我的核心：全球的分工、全球的一体化、全球的三级格局。这个三级格局其实就是从分工一体化上衍生出来的啊。哪三级？这个地球换句话说，有些东西我不能细讲了，时间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比如说战后我们的这个世界秩序是怎么做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主要的实际上就是二次大战以后对于全球秩序的重塑啊，这块其实大家可以去查，我就不去多讲。但基本上的模式，在确定了几重关系以后，比如说美元的定价体系决定下来，美国的债务体系决定下来啊，全球的分工体系决定下来以后，其实我们过去的这几十年基本上就是按照这几个架构在走。我们走了几轮呢？我们实际上走了三轮。只不过是在座的各位呢，我看了一下年龄啊，大部分我们的这个没有太长的长者啊，大部分我们都是中年人或年轻人。
那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人可能只经历了半轮啊，应该说一轮都不一定啊，这个因为很多现在已经经历一轮的啊，比如说第三轮末，这个从初期一直经历到现在的人今天都在北京呢啊，这个为什么？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是中国最成功的商人，大部分的财富掌握在他们手上了，因为他们赶上了第三轮中间中国的那一段前端的红利啊，前端的红利。所以说这三轮的分工呢在战后非常简单，谁主导消费，谁主导生产，谁来提供原材料。所以有人这个，我记得最早在国内大家知道我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人认为我是做商品的啊，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在伦敦是做汇率出身的啊。商品呢，为什么那一年我切到商品圈里，说白了我还是做汇率的，干嘛呢？我在做这个 carry trading， 我估计外管局肯定不喜欢我啊。这个本质上它还是外汇的一个方面啊，但是呢我们说它的这个分工中间，其实我们说绕回来讲，上一轮是谁，就同样的事情发生过没？我可以告诉大家完全发生过，我们现在经历的所有都发生过。第一轮战后是谁啊？德国、日本。简单讲，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崛起不简简单单是他自己的努力的问题，这里边涉及到的就是全球秩序重塑以后啊，他要承担产业转移生产的问题。当他结束以后或者末端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日本的广场协议啊，所谓的日本失落的这个阶段开始。但是之后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没落之后，再崛起的就是中国为首的金砖。现在老外提出来叫什么？叫 Vista。 当然 Vista 将来会不会去重演一轮轮回，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至少他们在把这个生产的职能在做定义性的转化啊，定义性的转化。那每一轮的转化过程中是什么？其实说到底就是生产国的生产要素在发展阶段中消耗掉并且产生结构性的矛盾。这个时候第一，要么生产国解决它的结构性矛盾，第二，要么转移。转移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该退出来要退出来，有新的要进来就进来。所以这个世界发展的三轮，战后的三轮，那所谓的经济周期，其实从我来看就都是生产国的这个核心生产要素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生产重要还是消费重要，这个跟核心架构有关系。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世界上主导整个游戏格局，这个三级格局的，我认为是消费。谁掌握了消费，谁掌握了主导权。但问题就来了，消费靠什么？有人说，有比如说我们经济学上经常会分析消费靠人口，不拉巴讲了一大串。从我的角度来看，消费是什么？简单讲，债务、杠杆，这两样是主导消费的核心。也就换句话说，谁能永远的负债，谁掌握了债务的主导权，谁就掌握了消费的主导权。谁掌握了金融体系的定价，谁掌握了金融体系之锚，谁就掌握了杠杆之锚。那也就换句话说，我们全球的发展格局非常简单，顶层的架构是消费国啊。当然了，我们上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上一轮看就是美国、欧美为主的，它的杠杆的来源和债务的来源，当然了，政府部门、居民部门、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划分。但是非常简单，当它债务扩张的时候，全球只要是分工完毕了，经济一定是高度繁荣的一个阶段啊。当它进行债务收缩的时候，那么全球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些风险啊。这个东西我们叫之什么呢？大家教科书上都学过特里芬难题，但是呢大家没有往下再深层次想一下。我倒觉得不叫难题，因为这个难题它的难是难在我们所有的国家
不管我是生产国、资源国还是这个消费国，我们都想打破这个难题，唯一的方法就是我来掌握债务的权利，我来掌握举债的权利，我来掌握债务的定价，我来掌握这个杠杆之矛。也就换句话说，比如说欧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他难道不希望去打破美元债务的这个循环和这个体系吗？啊，然后呢，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难道不想打破这样的瓶颈吗？也想。啊，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因为想归想，做归做，到出结果，恐怕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看得到，这个是另说。我只能说，从战后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核心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经济体来提供债务和杠杆。所以说全球的繁荣周期啊，比如说上一轮中国的繁荣，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当然老外一直夸中国，就说哎，这个00年之后全球经济里边贡献是你中国，没错呀。但中国靠的是什么呢？中国的生产，我们的订单早些年靠的是什么？所以刚才快闪闪过了一张图片，上面有两个电视剧，不多讲，你们回去可以看，或者很多人都看过了。啊，北京人在纽约啊，拍个续集应该叫《温州华裔在》哎，不是这个《美籍华裔在温州》啊，所以说那边是一个电视剧叫《温州一家人》，它就是中国啊，我们的改革开放说白了就是一次全球三级格局中生产国从亚洲四小龙转移成中国的一个阶段，我们的所有生产要素满足当时这样的一个全球的格局，三级格局我们满足生产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主导的就是中国的出口啊，所以那个阶段中中国的生产模式发展模式非常简单，以出口为主导的阶段啊。所以说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用我的话总结，51%是中国人的努力和中国牺牲掉了生产要素的成本啊。比如说前段时间的时候，这个前两年的时候，财经关于这个所谓的雾霾的问题啊，其实我用我的话讲，我跟大家讲，环境照样是成本，当你什么成本都没有的时候，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牺牲的就是你手上有什么，你牺牲什么。几十年前的时候，这个伦敦称之为雾都，其实也是雾霾了。你仔细看那个红砖墙仔细呢，你拿个东西靠过去看，你会发现里边有很多的黑色颗粒。那其实当时没发明这个 PM2.5 这个词啊，要有一样。我们想要的是发展过后的蓝天白云，我们肯定不要的是那种初级原材料国的蓝天白云，比如说非洲现在蓝天白云，你要不要？你去不去？啊，所以说你要知道成本的变化，在早期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就是你能选择什么，你有什么，你来在这个世界分工中间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所谓的全球化的发展就是来源于此。但是剩下的49%，我更多的给予的就是主动权不是我们。因为这种分工导致的主动权永远在第一阶层，也就是第一阶层如果是债务良性的扩张或者债务持续的扩张的话，我们世界看起来都很美好。但是如果第一阶层的债务收缩了，或者债务出了问题，杠杆出了问题，全球都要跟着倒霉。债务可不可能永远的扩张？不可能。所以你们看到了一个所谓的周期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债务总是在繁荣的过程中，然后不可持续转成债务的清理整顿啊，也就是经济周期化下来，然后重振杠杆，重振债务，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周期啊。当然了，经济学家愿意把它归结为比如说各种各样其他的因素啊，但是如果从我的体系中，我就把它归结成债务的体系啊，债务可不可以持续的问题。所以这个模型出来以后其实蛮简单的啊，三极化的格局啊，三极化的分工，全球化这个全球化下的这种三级分工形成的啊，这是一个典型的正循环。这个正循环里有一个矛盾，也就是特里芬难题里边提到的一个最经典的问题啊，
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构下导致的是对方要不停地通过经常项目的逆差向生产国和原料国提供信用的流动性，也就是美元的流动性，这是来维持全球经济扩张的最根本的线，就是通过经常项目传导下来，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资本项目回去啊，我们买对方的国债，这样的话导致债务的持续性的循环。但这个循环下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凭什么相信你美国，你的美元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我的外汇储备为什么要你的美元啊？你的美元的信用怎么样？比如说我们这个见闻也是啊，其实每一年都会来一个呀，美国的债务又到上限了，这类新闻邦又发出来了啊，这个然后大家老百姓我们的这普通人就跟着恐慌，有什么恐慌呢？那玩意儿天天的往上涨啊，有人就说啊，那美国的债务体系可不可持续呢？你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就出了一个大问题了，为什么？你要讨论这个一下子就要把战后所有的格局全部推翻。美元的债务体系就是战后的世界秩序之一，但是特里芬指出来这个题很好，就是说你外这个对方的这个对外的债务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为什么去保持这种信任关系啊？我可不可以不信任你？我可以不可以让我的这个储备多元化啊？好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循环很有意思，你这样子一提的结果就是特里芬结构倒过来的时候，你说 OK 啊，那我就倒过来了，倒过来你自然会发现我要增强美元的信用，那很简单，我不负债了，我债务收缩，我呢也不多花钱了，我改成储蓄行不行？我多存点钱让你们都信任我行不行？可以。一旦这么做，你发现了经常项目下的逆差一旦开始收窄，下边的美元就自然地出现了荒，不够了。所以说你会发现每一轮美国收缩的时候下面出危机，每一轮下面出危机很大一定程度上就是由这个分工来决定，打破它行不行？可以，但是我们说那就不是我们在讨论架构这个范围了，那就要上升到很多政治的因素、军事的因素啊，世界这个霸权的争夺的问题啊，这就有点太泛了。但是呢在我们的体系下我看的就比较简单了，特里芬难题不是难题，它就是告诉你了一个循环啊，就是告诉你了一个循环，一个债务扩张创造美元债务啊，作为这个输出创造全球流动性和大繁荣，然后再转为债务的收缩啊，你不信任我 OK， 或者说我自己的杠杆加到一定程度，我的债务加到一定程度啊，进行一个被动性或主动性的收缩，那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我们从刚才的循环转变成了反向的循环。这种循环下对谁影响最大？对美国影响很大吗？没有关系的，它是这个锚，这个情况下影响最大的永远是下边。其实所谓的美元走强也好，美元走弱也好，本质上来讲就是美元的这两种逻辑的循环。比如说索罗斯先生很喜欢分析汇率的时候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去切，我也喜欢啊。我对其他所有的国家的这个首要的分析是分析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但是我唯一对美国不大会去这么做，也就换句话说我对这个国消费国的分析判断会更多的集中在什么时候它的债务扩张，什么时候它的债务收缩，什么政策导致它债务收缩，什么政策导致它债务扩张。比如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川普的问题啊，比如说川普现在希望真的去修复这个贸易的逆差，你们有想过吗？如果美国，我们不说能不能，我们先说如果他真的修复了这个贸易逆差，你们放到我们这个图上你去看下面的国家会好受吗？会很难受的，你手上可提供给你的美元债务是减少的，也就换句话说，这种负循环下可以增强你对美元的信用，可以去巩固美国的债务体系啊，在全球的这种架构中维持这个领导的地位，但是它对下面这些国家你要知道是冲击啊。
其实最后你发现你被绑到这个船上的时候只有两种方法，第一跟着这个船走，第二跳下这条船重新自己造一条船。当然了，第二条是很多人这个泛宏观的时候去讲的问题，是我们很多政策决定层愿意去做的事情。有人说你能提出解决方法吗？我说我没那个能力啊，我只能跟着做啊。真的打破，比如说能不能把上面换成我们中国呀，让海外都接受我们的人民币呀，然后呢让这个比如说一路一带上的某些国家都变成是我们的生产国呀，行不行呢？可以，也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说我们要支持一带一路啊。至于我们将来能不能做到，只有努力了才知道能不能做到，所以我不能给你们答案啊。当然我们希望的是上面不再是美元，不再是美国主导的这个体系，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翻身上来，行不行啊？让我们的人民币形成一个国际化，形成一个全球债务的标的，行不行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架构。所以我更关注的是从上往下来看啊，这个体系就非常的清晰了。这是原创吗？不是的啊，书本上的特里芬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放到汇率里边啊，我们往下看大类资产的就简单了。放到汇率里边仍然是这样的一个三极化格局，我们来看汇率。所以说每个国家分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欧洲、日本、英国这样的国家放在这个三级格局里的哪个？它不是生产国，它也不是资源消费国，它更多的会介于这个更多的会介于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所以说对他来讲，你关注他的经常项目意义不大，你更多的要关注的是他的资本向下，资本的流动，跟美国是一样的。我更多的关注的是你的政策制度金融政策啊，你的这些制度的变化对全球资本的流动引发的比如说利差性的变化，这是主导上面汇率的核心。对于下面这些国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切进来，因为他们是通过经常项目来获得美元的流动性的。但是很简单，他的假设说我们不考虑蒙代尔三角形下边那种比如说管制的行为，管制行为下汇率没法分析的啊。至于是谁我们就不多说，反正管制下汇率不太好分析，所以我们就去挑一些没管制的啊。很简单，我要想让任何一个国家加入我，你要满足我几个游戏，你要满足我制定的贸易体系。举个例子， WTO 世贸组织，你想进来吗？想， OK， 满足我的贸易体系。你想获得我的承认吗？想，那你要满足我的金融体系的要求。什么意思？开放啊，你不开放我的资本怎么流动啊？啊，蒙代尔三角形里边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什么呢？把下边都管制了，我就没事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全球格局的架构里边就一定要让你出现什么情况呢？不要管制哦，不要管制哦，你管制了我这个体系就没法把你容纳进去啊。那么如果他不管制，那你就要想他的美元是怎么流入的，答案就是从经常项目里流入的。那你对他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汇率分析，首先第一点是经常项目切进去，然后这样的国家会呈现典型的三段式。什么意思？这个索罗斯书上写的很明确很明确了啊，我们可以稍微的再扩展，因为那毕竟是将近30年前的书了，我们可以把它再扩展一下。就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下做出来的几个组合，比如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下顺差，哎，这个叫双顺差。就是稍后其实在座各位你们已经领到了一本书，当然这本书对我影响也非常大啊，就是于永定先生的《再见失衡》。这个里边讲到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双顺差的问题。双顺差一定好吗？不一定哦啊。所以这个可以，这本书可以方便大家去理解。而且呢你会发现这本书的架构跟索罗斯那7500字的内容是几乎一样的，就是我指的架构啊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就知道，至于你真的不需要去
自创了很多东西，已经很多前人前辈们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对于他来讲，我们就是这几个组合，他的汇率超强的阶段就是美元输出的阶段，美元债务输出的阶段，那个过程中一定是美元跟它的汇率是贬值的，它的本币双顺差是升值的，然后它会承受经常项目下的影响，再然后它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就是经常项目下资本项目上，这个过程中泡沫开始产生，泡沫开始疯狂，泡沫开始消亡，然后全球重新的再分工。刚才我记得这个蚂蚁金服啊讲到了一句话，这次不同，但是我想以我的经历告诉大家，每次都一样。啊，任何的非理性的繁荣，最后的结果大家都一样，这才能说明我们是人，否则的话我们都不是人。是人，你就逃不过这几样东西。所以说，这些国家也一样，啊，经常项目赚了钱，资本项目开始流入，推升泡沫，大家发现搞金融很赚钱，那不用去干实体了。然后资本项目下变得更加的繁荣，泡沫变得更加的严重，然后开始脱钩 ，game over。所以这就是汇率，啊。放到商品，很多人已经知道了，我这里就不多讲了，一模一样，也是在三级阶段下，我们去把商品的周期看一遍。所以说，很多人说为什么2000年开始启动啊？为什么这个大宗商品在2012年的时候结束？有人分解到供应和需求，我跟他们讲了很多遍，也在2012年、2013年写过一个很长的日记，叫《十年大宗背后的故事》。商品真正的繁荣和高度，那个所谓的需求端，大家经常会忽略掉。前端我讲的，就是债务和杠杆扩张下带来的需求，叫金融性需求，这一点决定了高度。所以说你会看到我们之前的模型，2000年到2008年商品的模型非常简单，外部提供杠杆，提供需求，中国产业链开始发展，然后再推动需求，价格进一步的上涨，到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以后，40000亿把杠杆转移过来，我们这边的供给端仍然是过剩，再到去年供给侧改革调控，把供给侧调过来。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其实危机一直没结束，我们完成了典型的两轮的这个转变，但是这个转变说实话并不太好。为什么？跟实体没太大关系，更多的都是这种套利资本和资本的流动。5000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低利率时代，造成了一个严重的资本流动的这个循环，这种循环创造出来的结果，也许在未来几年我们是一定要买单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套利资本流入大家看起来都挺好，然后呢一直到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叫高油价变成了低油价，这个问题就来了啊！我们两轮的循环，一个正循环，一个负循环，时间节点2014年。当然了，为啥2014年？因为2014年以后我基本上不太做大宗了，因为套利机会没了嘛，开始 trading 没了，啊，我把美金搬到国内的人民币这种事儿没法干了，反倒要倒过来。这个时候，你们知道新兴市场发生了什么事儿吗？比如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儿，或者说俄罗斯、南非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国家是率先的爆掉了，但有些国家是对外的开始 trading 的负债转成了对内居民负债，所以说。知道中国的房价上涨最猛的不是2008年到2014年，是2014年之后中国的房价上涨最猛，因为2014年是美元负债对应的中国人民币资产转成了人民币负债对应的人民币端的资产，也就是说对外carry trading负债转成了中国居民负债，所以说房价上涨最猛的是这个时间段的开始。当然了，最重要的一个变量，简单的快速的过到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变量下，油啊，低油价高油价，你会发现这两幅图里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油的问题，原油价格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调控机制。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很关注，举个例子，新西兰啊，
因为新西兰的央行是最早把货币政策挂钩通胀目标制的央行，这个政策很有意思，马上被全球各国央行主导。央行货币政策挂钩通胀目标制，意味着油价将变成一个核心主导内容。所以当美元脱钩黄金，挂钩油价，当油价挂钩央行货币政策的时候，原油就不仅仅是一个商品了，它可能的影响从我的角度来看更大。啊，在2014年的8月份，国际市场油价临开跌前，啊，我到了，这个少了一页啊，我到了这个俄罗斯，当时我发过几个朋友圈的微博，很多人问我说：“哎，你跑俄罗斯干嘛？”我说：“哎，奇怪了，俄罗斯有些企业需要把大量的这个资产或者账面上的现金转成这个离岸美金，比如说放到香港。”我说这种情况出现，我说可能要有问题了。然后油价跌掉了多少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油价跌掉了51%。那个时候我给几家证券公司讲的时候，我说坏了，一个类似于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逻辑开始产生了。当低油价出现的时候，你们瞬间发现美国不但不降息，因为它没得可降了，反倒开始提我的核心通胀很好，我的经济的这个结构调好了，所以我要开始加息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可以看看第二梯队的这些国家全部面临的是通缩的问题，然后你降息了，利差的颠倒导致资本流动的发生，一切的问题跟97年的前端一模一样。但是我在前段时间发过一个对比，我说97年之后的油价是什么呢？在没有需求的情况下，国际市场的油价是从10块钱涨到了30，才有了00年互联网泡沫。现在国际市场油价从30已经起到50了，最关键的还不是绝对的油价，是原油价格的远期曲线已经从一个非常深的 contango 在上周已经转成了接近于平的，我估计再有一两周可能会转成典型的 back。 那个时候你们就会明白，沙特的新任王储把大家都叫到中东去 happy 一下，叫过去在欧洲开了几次的会的目的就会逐步的出来。其实在整个游戏里边，真的说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我最担心的是会出现同样的反馈，也就是换句话说，万一在需求只是很平的情况下油价突然间起来了，那么全球的通胀，比如说我们从通胀交易通胀再到通缩再到再通胀的时候，那些高负债怎么办？所以说呢，我把大概逻辑已经阐述了一遍啊，这个时间的原因下边一直在提醒我。那么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会儿，然后呢到下午呢，到下半节呢，我再具体的把我经历过的一些这个案例啊，再做一个更详细的跟大家的一个分享，好吧？谢谢大家。好，这个简短的休息一下啊，我这个到后台，这个也喝杯星巴克压压惊啊。然后这个下半场呢，我其实更多的会用一些这个案例啊，去简单的讲一讲啊。当然我估计有人会说啊，这都过去的东西了，你去讲它干什么的？这个我要强调一点啊，这个其实一直是我一直给很多人分享的东西，就是不要老去想预测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没有预测，在我这儿没有预测。明天涨跌不知道啊，我们更多的是讲的逻辑线。其实你捕捉机会捕捉的是什么？你捕捉的其实是那个逻辑线，逻辑线对了，其实自然而然你怎么去做交易，简单讲只是增加你更多的概率的问题啊，但是基本的东西不会错啊。预测这个东西永远不靠谱啊，实际上我们在金融市场上尽量的避免的就是预测。对于过去事情的分析回顾，不是去证明我对了或我错了，
啊。如果大家抱着这个思维的话，那我建议的是你可以基本上取消关注了。啊，其实我想，我这么多年，其实有人问我说你那么愿意分享是什么的，我说分享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够去看到你的逻辑，如果你的逻辑有问题，别人会帮助你，你也可以帮助别人，这点很重要。所以说分析过去并不是要证明我的对和错，而是证明什么的，让大家看一下我是当时是怎么思考的，这个逻辑线将来对你们能不能有帮助。当然了，第一个案例毫无疑问的这个英国，为什么呢？其实在国内准确说傅鹏两个字真正被大家认知的人，其实大概基本上都得到2010年以后了。但是在这之前呢，啊，我的一个英文的代码，啊，这个东西被国内大概在2004年、2005年开始以后就很多人知道。那当然不会是停留在做股票的圈子或者做商品圈子，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国内一些做汇率的、做外汇的一些人知道。啊，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伦敦，啊，我做的其实。那个时候从最早的一些交易员的助理啊慢慢的开始干起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是刷 BBS 跟大家分享和交流。真正英镑能够让大家所谓熟知的是2008年的那个等待啊，其实整个当时那篇 BBS 现在已经被顶那个片子已经被顶成那个 BBS 的一个神帖啊，就非常长啊，很多人经常会翻过去看。因为他用了7个十字星，而且是月线级别的，所以说我经常说，我说更多的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观察，在等待，而不是在做 trading 布局完 OK 了，我等的就是逻辑的正确性。当然了，很荣幸那个历史啊，那段历史可以说载入史册，因为英镑只出现过2次这样的机会，一次是我们最敬仰的人索罗斯先生，另一次也就是2008年这个时候。当然了，我们不是要去讲那个行情怎么交易的，我们讲的是背后逻辑。当然我说我得益于什么，我觉得我其实有时候是一点点幸运，因为我在这个应该说17年、18年、19年前的时候，这个刚到英国，准确说我是踩上了一个非常好的点啊。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是托尼布莱尔刚刚当政，其实在百度百科里你们能找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金融大爆炸。这个东西就是当英国经济空心化以后开始转入到金融服务业的前端，是什么？是金融大爆炸。我经常跟别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是想告诉你们一个什么事情呢？逻辑的前端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一个逻辑的前端，这个金融世界的这个金字塔的塔尖是制度的制定者，也就换句话说，我们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不是随机的。在金字塔的塔尖，政策的制定者看待我们的时候，市场上所有的人我们都是蝼蚁。什么意思？我们只是跟着这个政策的结果在摇摆。所以对于我来讲，我更多关注的是什么？金字塔尖的变化。比如说这个上篇讲的这个大宗商品里边，我为什么在2012年、2013年很重要的时间点写过一个叫大宗10年的故事，我在告诉你们最重要的制度变了什么东西。当时美国去杠杆，加强金融监管，多德弗兰克法案对于华尔街准入到大宗商品领域的限制出来了。那个东西一出来，你要知道我们的核心逻辑里边的需求债务杠杆来自于谁。当一个华尔街体系被去杠杆的时候，你还指望着金融市场上能有重大的表现，这个很显然不现实。当然了，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比我们看得更聪明一些。那个时候从2012年开始，大家陆陆续续应该看到新闻里边，华尔街的各大投行的所谓的商品台开始大规模的裁员的裁员，减人的减人。他为什么会那么做？法律变了，制度变了，市场跟着就变了。很多人会忽略这一点，但是这几年说实话，这个东西应该说是我在英国接受的整个体系里边，我认为我最受益的地方。我比大家都更加的敏感制度性的变化。
比如说我刚才看我们的投票吧，不是很多人做股票吗？啊，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股票我看什么？我就看监管层怎么讲，我就看我们的政府工作会议报告里边怎么写。我知道我应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什么阶段我应该干什么。举个例子，2009年刚回来的时候，我并不是做商品台的，那个时候我做过一段 PE 和 VC， 啊，投过一些拟上市公司，做过一段 Pre-IPO。但是你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会留在国内做？举个例子，你们有谁注意过2009年3月31号证监会的第61号令是什么吗？没有。所以说你们应明白，金融的顶层是制度性架构，这个东西变了会影响几年甚至几十年。英国当年也是同样的故事啊，英国伦敦的金融城，它的繁荣不是取决于它自身的成长，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英国的两次金融大爆炸，英国的金融体系法律的监管的调整，你不会看到我在英国那段时间内整个金融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你不会看到英国从一个老牌的工业帝国转型为了一个金融服务业的强国。所以说这幅图里放上了最重要的制度，从当年的撒切尔夫人搞的第一次金融大爆炸，到后边巴黎银行把这整个改革的监管放缓了一段时间，到托尼布莱尔上台之后放开英国第二次金融大爆炸的时候，我的人生就是随着这样的一个轨迹展开了我的金融历程。所以现在很多人一提英国的时候总是张嘴就说啊，英国最重要的是金融服务业，但是什么时候开始金融服务业也就意味着什么时候结束。我记得在最后那个 BBS 最后收尾的时候啊，我临回国前有人还问我英镑怎么看，我跟他说，我说5-6年之内甚至7-8年之内英国不会再有机会了。他没太明白，他说为什么呢？做交易嘛，哪都有机会，为什么你会说没机会？因为法律变了，英国对于金融的态度跟华尔街啊，不是跟这个美国金融危机以后对于金融体系的态度变了。欧美的金融体系在进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是去杠杆的，而中国的金融体系在2009年之后是加杠杆的。所以换句话说，投机者的机遇在哪儿？谁加杠杆，机遇在谁哪儿？那个时候你应该果断地回到中国来。我很多这个有一些后来的学弟啊学妹啊，隔了5-6年的学弟学妹们运气很差，为什么呢？我们毕业的时候赶上了好日子，他们毕业的时候赶上了差日子。问题是他毕业的时候还去做金融的话，你就很难做了。到现在为止，比如说英国的这个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你如果仔细去看，你会发现金融业和金融服务业带来的两个项目里的收支，你发现是没有变化的。反倒现在英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你们会发现一些制造业的比重在增加。好事情啊，任何一个国家经历这样的杠杆繁荣的时候，这叫脱实入虚，一定要再转成脱虚入实啊！也应该这里边有不少可能在英国留过学的。那个时候你们看那个 ITV Channel 4或者 Channel 5也行， BBC 经常会有一档节目教你干嘛呢？怎么买一个破房子，把它装修装修，把那个大的房间拆成小的房间然后租出去，然后怎么教你去 auction 上面拍卖房子拿回来，然后呢把它捣鼓捣鼓以后再二次的拍卖出去，怎么赚钱。当这类的信息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房地产繁荣来了，但是繁荣有消退的那一刻，
当然了，最英国最倒霉的那个事件就是北岩银行，我到现在又提起来北岩银行，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当年啊，一家小的可以说在这个 Newcastle 的一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一个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啊，把这个个贷业务做到了全英的前三啊，整个信贷业务做到了前五，这是个什么概念？当然了，崩盘的时候也是他死的最早。稍后我还会给你们讲到欧洲啊，为什么你会说从英国讲到欧洲的时候跟这事儿有关系呢？因为到了2007年左右的时候，2006、2007年的时候，英国那个电视台的节目又变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频道都在教大家怎么买房子、卖房子赚钱，怎么拿个旧房子装成新房子赚钱，怎么把这个大 house 拆成小 house 租出去赚钱的时候，这个制片人很聪明，制片人说坏了，这收视率下降了，怎么办呢？于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中应该是 Channel 4还是 Channel 5，我忘了。有一个制片人说，这样子，我们干个另外一件事情，找一堆英国的老头老太太们，干嘛都告诉你，现在房价你看啊，涨了一倍两倍了，你把它卖了，把剩下的钱存到银行，你拿着养老金，然后你们到西班牙去买一个房子，然后买一个庄园，然后教你在那边如何的享受幸福的生活。然后这个节目在2007年的时候迅速火了，2006、2007年迅速火了。然后你们随后就看到了欧洲债务危机里边的西班牙房地产啊的爆发。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都是一切东西都是房子惹的祸啊。准确说，我经历的那个阶段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我准确说经历了还算完整的一轮周期。我经历了当年英国的金融繁荣，经历了英国当年的房地产繁荣，经历了当年的次贷危机，给我的结果就是我没有永久的信仰。什么永久的信仰？房地产会涨。当然了，这个千万不要问我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我们要加上非常多的特殊限制。那么之后英镑的表现非常简单，在繁荣的时候啊，我们开篇已经讲过了，美元债务输出、信用输出，大周期里边的美元贬值带动的是英镑的利率水平利差都在推动本币的升值，也就简单讲繁荣的一轮周期加上金融体系。我们真正最后交易的是这一段，这个白色的框框，那个过程中是七根十字星，七个月开盘价价收盘差价，我天天在 BBS 上被人骂。为什么呢？哎，你什么情况呀？这投资空了七个月了，你怎么还拿着呀？你这个字不懂不懂啊！我也很耐心地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当时在这之前，英格兰央行和欧洲央行犯了巨大的错误，低估了美国次贷危机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和影响。所以你们看到当时有这么个现象，当美国已经大幅度降息的时候，英格兰央行上调两次利率水平并且维持在高利率的时候，因为央行面临着很尴尬的局面，左手房地产，右手潜在的危机，怎么做？那个时候他评估的是风险不大，重点调控房子。所以说那段时间内你说价格一定是对的吗？反倒你会发现到最后你们会看2.0、2.1的英镑可以说啊，十几年里最佳的狙击位，你不用去太在乎几百点的波动，你要捕捉的是一个超级周期的行情。其实有时候我跟他们讲，我说汇率啊有时候比较好做，为什么呢？汇率里的经济变量频率很低，它的核心引导要素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结构、贸易的结构、资本流动的结构、政策的变化，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今天左明天就右啊？所以它的周期非常的长，你其实只要不在最核心的阶段中犯错误，其实汇率在低杠杆下是个很容易交易的东西。当然了，谈到这个东西，很多交易员避不开的毛病就是，
永远都想一两年之内就赚个五六十倍，那没办法，那我建议你可能最好的地方是澳门，不行拉斯维加斯也可以，那个速度更快一些，一把下去700万没了，那个很快。所以说你更多的是一个时间在换，你是在等在换。有人说那你不能更牛逼一点，这个七个月末的时候你去赌一把不就完了吗？我说对不起，我没那个能力，我不知道哪一天它会变，我只能知道它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变，那 OK 了，我只能提前压住，赌的就是英格兰央行大幅度的把利率水平调下来。其实当北岩银行出问题的时候，当 Halifax 开始出问题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做吗？啊，在那之后，英国的金融法案结束了，托尼布莱尔下台，一直到现在为止，其实英国在干什么？回归制造业，在回归制造业，所有的目标在回归。当然了，汇率其实也就没有了之前的逻辑线，一直要等到下一次英国实际的逻辑线发生，所以说有一个很漫长的调整的阶段，这是一个国家和一个经济体需要做的。当然了，希望特里莎梅同志上来做非常正确的事情，对于英国来讲跟美国一样看清楚大的逻辑线了，全球再平衡的调整已经率先的发生并且率先的做了，谁先做谁先活，全球都一样啊。所以未来英国到底是，之前英镑肯定是虚胖的，但是也许调整结束以后，这样的国家新的逻辑线出现的时候会出现新的变量，但是还要看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国内的要素足不足够支撑它去转型，但至少我们在一些经济数据里开始看到好的迹象啊，所以说我经常让大家看这个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下的变化，你会发现已经有些经济结构已经变了啊，已经在变。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多强调一点，很多人一提到经常项目总想着贸易，经常项目里还有一样东西是资本项的利得，也就是投资收益所得是计入到经常项的，所以你不要觉得经常项目变动了就一定是贸易发生了变化，不一定，这里边一定要区分开。所以说我这里边没有时间了，因为如果有很多时间我可以把它的每一项我们都有，一个国家我至少手上有400页的 PPT， 我会把它的每一项数据全部都拆得很细很细的啊，这是一些基础功你必须要做的啊，不然的话你看待很多问题只是看到了片没看到那个面。那么从英国我们去聊聊欧洲，其实我这个当时我已经讲过了西班牙的房子，我第一次当时我们是跟这个这个 Banco de la Española 西班牙的这个银行当时合作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去西班牙，如果印象不错的话，那个时候谁还在，那个时候那个罗纳尔迪尼奥还在给巴塞罗那这个效力啊，我还专门买了一张球票过去看球。我第一次去西班牙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那个地方可能因为它历史的因素，在西班牙加入到所谓的欧元区之前，那个国家利率水平非常的高，老百姓根本没有所谓的投机的概念，炒房不用炒呀，房子都有的住啊，干嘛要炒。但是别忘了2006-2007年那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卖掉伦敦的房子，卖掉剑桥的房子，卖掉牛津的房子，然后干嘛呢，老头老太太把钱放到银行，利率水平不断的上提啊，算下这个东西加上养老金，跑到这个巴塞罗那，我可以告诉你可以过着天上人间的生活，像不像现在把北京的房子卖掉，举个例子，我们跑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过上天上人间的生活呀，有点像吧啊，你随便给你算个1000万，你们知道一年的利息是多少吗？就算我给你按照现在大额存单给你算，1000万一年的利息平均到一个月下来，你已经比很多中产阶级的工资收入都已经高很多了。同样的故事英国一样发生啊，当然了其他国家也有，欧洲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说很大的隐患埋下来，但这还不是它的最主要的隐患，最主要隐患是什么？地区性差异太明显。所以简单讲，
欧洲内部就是一个典型的区域性失衡，这个失衡在欧债危机中间被完整的暴露出来。到现在为止，所谓的不看好欧洲的人，说到底就是不看好这样的一个联盟，一个货币的联盟，一个经济贸易的联盟，但是唯独一个没有财政的联盟。简单讲，你的债务被分割了，这个时候你的矛盾自然而然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欧洲有解吗？欧洲没解，没有解，除非统一财政。但问题是，统一财政以后还有主权这个概念吗？所以说你从长久的角度来讲，很多人都觉得欧洲并不看好这种模式，但是欧洲人很努力的在朝着一体化的模式上在走，因为他在试图创造这样的行为。当然了，成不成功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我现在来看很不成功，包括到现在为止欧洲其实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欧元我们就不能简单的带着政治色彩去看了，因为毕竟我们是个 trader， 我们不是一个压住对方这个可能会出问题，或者说你这个体制不行我就完全不看好你，这个是错了。我们应该做一个滑头，什么意思呢？适当的时间我们做适当的事情。欧洲里边的机遇非常的多啊，它的内部的这种不均衡化导致的货币政策无法的这个统一，并且它有欧元区，它有非欧元区，这里边的资本流动完全就可以媲美一个小的世界啊。欧洲内部也在发生生产资料的三极化转移，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制造也不在德国了，现在很多制造放到了波兰，放到了匈牙利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它内部也存在我们前面讲的这种三级架构，也存在着资本的流动，还存在着不同的汇率。所以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当时你们记得德拉吉先生讲1.4的欧元是绝对偏高的，那个时候给了欧元最佳的狙击位啊，我当时在微博上也讲过这个事情。但是比我们更聪明的，比如说当时的黑石做的交易比我们真的聪明太多了，他没有去 short 欧洲欧元，他直接 short 的是北欧。因为他看的逻辑线就是前面我讲油价跌导致的全球货币政策差异性，那我要做的是货币政策的差异性加上油价下跌，最好的选项北欧。所以当时我就很惊讶，我说哎呀，确实还是老牌的这个机构厉害啊，能想的比我们现在想的要多。那比如说假如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真的去，因为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发生从现在的暧昧状况开始发生真的转向了，如果是因为油价也上来了，你是否会想过，举个例子，波兰的货币、匈牙利的货币、北欧的货币可能上涨的幅度比欧元更大呢？啊，比如说欧洲内部你可不可以做，比如说英镑的多头、欧元的空头呢？你能不能做东欧的多头、欧元的空头呢？欧元的多头你能不能配上比如说南欧的债啊？其实欧洲里边就已经可以满足你所有的这个组合的需求，这就是欧洲的区域不平衡带来的结果。当然了，还有很多这个叫我们说非常意外的大红包可以去做，比如说欧洲内部还有联系汇率制度也可以去做啊。所以说其实整个欧洲的结构，其实你完全可以拿上半场我们讲的三级架构往里去进行嵌套和组合，这就是我们说我看到的欧洲。但是深层次的问题欧洲解决不了，贫富差距也在拉开，南欧的经济发展跟核心国比如说德国、法国有很大的差距，东欧承接了欧洲的大部分的制造业啊。所以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可以去做啊，可以去按照这个思维去思考啊。时间的因素呢，我只给大家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表，你们可以到时候按照这样的逻辑线去自己做一个架构啊。时间因素不能够具体的展开了，每个国家的差异，通胀的差异、利率的差异、货币政策的差异、联系汇率制度还是非联系汇率制度啊，欧元和非欧元区，这个其实你们自己把这个画一个图梳理的时候会非常有意思啊，非常的有意思。但是核心逻辑线没变化啊，没变化。这是当时的巴塞罗那，其实挺后边是挺惨的，很大原因就是这个房子。
当你们都涌入到欧洲去套这个这个南欧去套利买房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发现一体化导致的是很多西班牙的人，这个希腊的人是在德国工作，缴税在德国缴，失业了以后肯定先砍外地人嘛。就北京如果失业的话，肯定先清理外地人嘛，有户口没？啊，一样，看似是一体化，但是都带有自己的独立性。当你回去以后，你发现你的财政很尴尬了，我税没在我这儿缴，你回来以后失业金要在我这儿领，那我哪受得了？啊，所以那个时候说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到局域性战争这样的一个历史上所有危机的演变过程，几乎是会在任何一个周期中间完美的复制的。啊，我们现在走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可能走到了货币危机和局域性战争的中间，或者说我们走到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之间的中间。啊，总而言之，这场08年的金融危机到现在为止，全球的再平衡都没有完成，还在寻找，这很正常，一轮的周期哪那么快啊？但是好像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国人来讲，我们因为还没经历过那半片儿，所以大家总觉得永远可以繁荣，啊，这是不一样的。希腊基本上一样，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这个不去多讲。这里边呢，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调研啊，欧洲的下一个黑天鹅会在哪儿发生？你认为英国脱欧？还是德法的这个态度，还是丹麦、捷克脱离这样的欧元，还是意大利、匈牙利、塞浦路斯、希腊将来的政治上的因素，你们会选择哪一项？其实答案已经出来了，很多人其实对于脱欧这件事情已经不觉得会有什么影响，离婚嘛，离就离了嘛，没事，再找一个。啊，但是呢，你发现大家对于德法的态度，现在投票几乎是最高的，啊，其实也对，啊，这是领头羊，啊，他的态度将决定了，啊，欧洲还能不能进行再次的平衡，德法呢将决定这种地区性的差异和矛盾怎么去平衡的关系。其实我就说一点，德国人还有多少耐心？这个将直接决定欧洲的未来的前景，他还有多少的耐心愿意这么去做。等什么时候德国来一场大选，等什么时候德国发生了意外的政治性事件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核心会扰乱整个欧洲的架构。其实对于意大利啊这些国家的选举，我倒觉得不用 care， 为什么啊？重要的不是你们，重要的是领头羊怎么想，而不是小弟跟不跟的问题。小弟走了就走了，但重要的是老大还想不想建这个社团啊。那么这是简短的讲一讲这个欧洲。那我们从这个地图上呢，我们大概可以跳到这个下一个的这个内容里边去。我们飞到哪儿呢？飞到一个前几年大家都知道我老爱去的地方啊，包括现在我也把自己的家庭都放在了这边，澳洲。澳洲当然了，跟商品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在我们的那个三级架构里边，它就是一个资源国，但是它又不一样，它不是像其他的资源国一样，在资本项目下，它要比其他资源国强很多。什么意思呢？它的法律体系、人文结构，这些定位导致的是，它不同于像非洲的那些资源国。简单讲，他这些信用、法律、信用、人文啊，作为大英帝国的以前的殖民地，这些东西会导致他在资本项下有非常强的信用背景，这是维持他生命线的核心，否则的话澳大利亚早就挂了啊。也就简单讲，澳大利亚的命门是绝对不能够有任何事情引发对于他资本流入的信心。也就换句话说，信用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既是他的本金又是他的命门。那么作为
这个大家都知道，比如澳元和铁矿，总是想着说，哎哦，这个铁矿涨了，我就应该去多澳元啊，这个铁矿跌了，我就应该去空这个澳元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去年我们这个下边一个贸易公司干的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个铁矿船货拉过来，大商所不让保值，为什么？限仓。那怎么办？空了澳元。最后这船货到港的时候，哎，我们笑了，原本是一个害处，你们猜结果是什么？到的时候铁矿60变80，澳元从0.78跌0.76了，俩账户全赚钱，一个大劈叉出现了。当时很多人在跟我这个也不叫辩论了，就是在交流在讨论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一定你认为是铁矿向澳元回归，而不是澳元跟上呢？你看，澳洲的出口不是增加了吗？澳洲的铁矿不都卖到中国来了吗？啊，你管我们用没用的，那再说，反正我都卖过来了。你的经常项目不是改善了吗？按照你的体系来讲，经常项目改善了呀，这个澳元应该升值啊，对吧？最后应该是澳币向铁矿回归啊。那为什么你非得要认为是铁矿向澳元回归呢？我说，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看其二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太急于的就想把知识变成现金，变成赚钱，不愿意去多思考。你的整个逻辑线是你简单的讲那个逻辑吗？我可以简单的讲出来，但是你真的细化的时候是那样吗？啊，这个澳洲的铁矿图，这个我们都可以大概过了。这就是当时出现的情况。我说这种劈叉你一定要想它的原因，不一定是你想的那样。你要明白什么在支撑铁矿，什么是在制约澳元。我们把这两个因素拼在一起，我们来看中间的连接点的变量朝哪边倾斜，这才是关键点。当时加拿大元跟油价劈叉，到现在为止加拿大元还跟油价是劈叉的。为什么？终于很多人明白了，加拿大原来是房子，没人在交易它的油，或者说油的属性已经淡化的被房子盖掉了。而澳洲是什么呢？一样啊，但只不过是它现在房子问题还没暴露，但是它在逻辑线上没有出现传导。我们正常的生意非常简单，澳洲的正循环什么东西呢？借钱挖矿，挖出矿卖给中国，中国给钱，然后呢问股东你要不要分红啊，啊，不用不用不用，继续投资，中国人对铁矿的需求还会很长时间， OK 了，投资增加，设备采购，然后呢矿业投资正向循环，然后你们会发现就业薪资全部发生变化，然后你们发现出口继续持续，这叫正向循环。但是在这一轮劈叉的过程中，我当时说，我说你们一定要看明白真正的原因，因为我们观察了10个月，这样子传统中的正循环，需求推动经常项目好转，也就是出口的增加，带动投资的增加，拉动就业，拉动薪资，导致澳洲的通胀水平上升，再到澳洲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动，驱动利差，带动汇率的变化，这才是从铁矿到澳元中间的这一整段。但是那10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供给侧改革我不需要多说啊，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在澳洲的这条链上，我们看到了商品并不是由真实的需求推动的。供给的侧的改革导致的矛盾我就不在这里多讲，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之前的微博。有人说这个去年你是看空商品还是看多商品啊？我说你们仔细再去回去找找，我当时就说过一个，我说大家不要吃相太难看，导致监管层，导致大家最后都没得做。你太小瞧这个我了，只是简单的去预测价格涨跌，不是的，比价格涨跌还有更可怕的事情，什么东西？比它更高的一层是监管呀，同志们。没了，这个增强了监管，没了持仓，你怎么做交易？怎么赚钱？我们不是散户，好不好？
所以你关注的东西不简单的是价格，你关注更高的上面的一层的变化，就是不希望这样的政策错配导致大家像当年的股指期货一样，搞到现在大家谁都没得玩了，多可惜啊！但是当时的政策错配，你在澳洲的这个逻辑线上，你可以看，澳洲经常项目好转了吗？好转了。但是澳洲的资本项目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在正常循环中间应该是赚了钱以后，这个钱干嘛？再投资，对不对？没有，你发现澳洲的矿山赚了钱以后，对外的负债开始往外抽流现金了。什么意思？我原来借给你矿挖矿生产钱吧，现在你只要卖给中国人赚了钱，赶紧把钱还给我，本金我要抽回。啥意思？上游的投资不看好铁矿价格的可持续性，所以他没有动力和动能去继续的投入产能，导致的一结果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上游投资增加，我们看到资本向下的抽离，我们没有看到就业的变化。澳洲就业变化最大的是什么？是临时工就业，是悉尼黄金海岸那些酒吧啊，那些服务生。所以这种就业导致的结果是薪资无法拉动。到现在为止，你们看澳洲新西兰的通胀看似起来了，但是薪资却创了十几年的最低水平，服务业拉动不了薪资啊。所以你这整个反馈没有动的情况下，澳洲央行动得了吗？动不了。利差，美国在加息啊，短端利率水平在快速上行啊，你澳元的压力要比你的动力强很多。这就是从商品到一国货币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和数据需要观测。所以简单讲，真的不是一句话就说商品涨了铁这个澳元就一定涨，太我们说这个把金融小瞧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逻辑，我们逻辑一定要做得足够细。到后来的回归就不用多说了啊，到后来的回归。所以像这样的变动，我觉得很只有借鉴性意义，它就非常值得大家参考。我什么时候介入到澳洲的这个？有人说你是澳洲的大空头啊，澳洲新西兰我知道，就是你在做空，你也在大量的做空的，这个可以承认，没什么不可承认。我最早告诉大家澳元可以做空的时候是2013年的年底，在2012年的年底，就是大概在这个过程。当时我并不是根据完整的根据铁矿，更多的是贸易上面我们看出问题了。那个时候澳元在上面横了多久？如果你们拉成月线，我可以告诉你也差不多有4个月还是5个月。有人说哎呀，这不是跟英镑一样吗？没错的，这样的机会都是拿屁股等来的啊，拿屁股等来的。但是你一定要把你的逻辑线全部分析透。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人说啊，你没事往澳洲跑，啥意思？我不相信在电脑前完成的数据能够完整的出来一个印证，我需要去证明，我需要跟澳洲的金融机构去接触，我需要得到一个答案，我需要自己亲自去看。这实际上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哎，副总你怎么老不在交易台，你怎么老到处的溜达呀？我说这才是关键啊，我要比数据看出来的逻辑更加的去印证它，但走的时候你还会发现问题。所以说澳元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周期啊，还没有完整结束。为啥？这只是经常项目，还有一个问题没暴露，资本向下。比这整个完整的逻辑线不去多讲了。所以说像澳洲这样国家，基本上你们就看到的一个循环，矿业上游的资产负债表一定要关注，投资经常项目，然后呢还要提醒大家，经常项目里不仅仅要看贸易平衡，还要看一点就是这个资本利得的利息部分收入是计入到经常项目的。所以有人一看经常项目变动的就说哎呀出口好了带动的，不一定哦，所以要细细拆分，这个就不去多聊。从去年开始，那个时候去年年初我在澳洲，
哎呀，我记得忘了谁还调侃了我一句，说你看这个人没事儿去了，还发两张这个澳洲央行和澳洲金融审慎监管局的照片，他想证明啥呢？我说我能很乐意的跟你分享就不错了，我要证明的就是很简单一点，去年三月份澳洲金融审慎监管局发布了一个警惕性的报告，讲的是澳洲的贷款，澳洲四大银行20000亿的信贷里边，1.45万亿的房贷，企业贷款4500亿，包括大家所熟知的矿业1000多亿的居民消费外，害不害怕？啊，全是房子。当然了，华人贡献了多少，这个就不好意思说了啊。所以这里边有个段子叫“出门左拐第三家”，啥意思呢？当时我发这个段子的时候，很多人说：“真的假的呀？”我说我做实地调研，就是出门左拐第三家，为啥？买房需要海外收入证明，没有怎么办 ？OK， 出门左拐第三家，有人给你造假。当时我到 Westpac 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这个档案上来以后，你们银行不核查吗？他说 OK， 没关系的。我们对于居民的这种住房贷款的这种审批，我们的调这个叫我们的这个审核规部门在哪儿呢？外包给了印度。所以印度阿叉会打一个电话核查一下你的收入是否属实，我们会帮你应付的，你没有关系，你就付我2000澳币，我把所有东西给你搞定。我说完了，这个东西到了今年的年初，大家看各路新闻就开始陆陆续续都暴露出来了，这就是要更早。当然比我更厉害的就是包括香港伦敦几家 hedge fund 的，从前年开始吧，还是去年前年年底去年年初就开始大规模的做空澳洲的四大银行啊，都是房子这种事儿我们经历过，而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谁呢？隔壁的加拿大。五月份，当这个 Home Capital Limited 的Home Capital Group 它的流动性开始出现风险的时候，我当时说加拿大绝不是第一个，因为加拿大当时调研的情况跟澳洲、新西兰太像太像了，一模一样。我当时说，你不要拿它类比雷曼不一样，你拿它类比北岩银行可能会更加的贴切一些。它的事儿结束了吗？没有。而最近两周，你们看看 CFTC 持仓上面加元巨量的空头，绝不是在赌油价下跌，而是在赌加拿大由此引发的到底是一大轮呢，还是一小轮的房地产引发的金融体系的动荡呢？我们不知道是大还是小，但是绝对不可能没有了。隔壁的新西兰要感谢我们中国的三鹿，没有三鹿，没有它经常项目上的对中国的顺差，因为中国老百姓就从那儿买东西啊，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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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但是它同样的问题是什么呢？资本项目的经常项目的顺差，同时推动了资本项目。奥克兰的房价用几年的时间把过去50年的涨幅全涨了一遍。当然了，本月同比下跌5.9%吧，我好像记得，环比下跌5.9%。所以说有些问题该来的是一个都逃不掉。当然了，卖房子的一定说外边是怎么样的，各种理由告诉你房子是短缺的嘛。真的吗？涨的时候都是短缺，跌的时候满大街都是啊。涨跌是一个预期。所以说最后呢，做一个简短调研，你们还认为会爆发危机吗？当然了，房子这里边主要讲的不是说其他领域，我们就讨论是否还会在房地产领域出现问题。哦，惊天大逆转啊！哇，这个动态图应该做下来啊，这说明先按的都是有房的。好，停止了，70%-30%不到，6%。
当然了，我们不敢说中国会怎么样。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场低利率的盛宴导致的结果，在平衡完成之后，全球利率水平上移的过程中，一定不会缺少买单的那一张的。尤其像我们这种经历过一个完整这个周期的人，轮回的人，更多的会说没有什么不同啊，或许啊。剩下的关于你身边的投资，这有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比如我在调研的时候，我经常会干一些，因为大部分人还是关注股票嘛，中国股票我不讲，因为不能讲。那我们就说海外的啊，我经常就是调研身边有什么。还有这点，这张为什么我一定要花最后点时间讲呢？啊，过十几分钟也要讲，为啥？防止大家总认为我们是空头。我也做多，我就买中国人买啥我买啥。啊，我这么多年，我这金融危机以后，我就干一件事儿：中国人买啥我买啥。啊，这个马诺考蜂蜜你们都知道，但是你们买蜂蜜，我买股票。然后呢，这上面所有的瓶子啊，优衣库的这个母公司，日本的 Fast Retailing 迅销集团，你们看视频的时候我在买股票，啊，这个 Zara 你们身边都有，你有没有想过买它的股票？当然，最成功的我认为是星巴克。所以说有人说，哎，你怎么那么爱喝咖啡？我喝咖啡就是源于。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来自于当时买了很多星巴克的股票。我当时的逻辑就是，当时他这个开完股东大会，最主导的战略进中国，我说进中国我就买你。后来在今年还有一个品牌进了中国，我也买了。我的衡量非常简单，看好中国人的终端消费，100块钱50块钱对中国人现在来讲不是钱。所以说，只要你进到中国，不是走加盟模式的，通通买。当然了，别的我不懂啊。有人跟我讲什么技术啊、IT 什么的，我说，哎呦，坏了，我不是个 IT 男，我对技术真的不懂，所以我只能买我看得到的。啊，所以说我买了很多中国这样的，就是说你们身边的东西啊，像这个2009年，其实很早之前我们就接触到汽车行业，所以我当时。在2009年应该说是算是长城的很小的小股东之一，所以我们一直在盯着长城。当时长城的试驾呀我们都去，但是呢今年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汽车行业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你的制造环节已经完全的产业链完善化了，这个时候最可怕的就是竞争会来了，而价格却没有弹性，所以导致的结果是这个已经处于成熟期了，它不是成长期啊，所以说我们会在汽车里边也会做出一些调整。当时大家很乐观，但是我说我可能不会像大家想的那么乐观，但是我想说是，当年我们介入到像长城是什么，我不买 iPhone 手机，我只买 OPPO 和 VIVO 啊，我并不是真的用 OPPO 和 VIVO，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是，在中国其实卖的最好的是 OPPO 和 VIVO， 这叫屌丝经济和屌丝的消费能力。所以我最看好的就是，比如汽车行业里我也看好那种的，就是三菱的发动机，保时捷的壳挺好啊。性价上面简单讲，性能已经没什么多大区别了，十几万难道你不知道你买的是十几万车吗？难道你想到你十几万想买一个法拉利吗？可能吗？啊，但是性价上面你要满足的是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到底是啥，我们就挑很多这种东西啊。所以说从当年的星巴克啊，一直到这个现在的这个维密啊，这个调研我们不做了啊，因为好多男同志啊，到这个维密啊，这是他进中国钉子裤啊，上来啊就是一个字，买买买。所以说维密开业3家店我通通到场啊，大长腿也给我签了名，就差合影可惜了啊。
但是呢，像这种的，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买维密，因为维密将来在中国的战略和发展里边好，到底会存在什么，会有很大的变量。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投资的思路。我们并不会太多的去做很多的投机性的东西，所有的投机最终的结果是基于你的逻辑和框架。所以收尾的时候呢，书送给大家了，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看看。我经常说一句话，好的东西啊都卖超不过5000本啊，但凡机场上面卖的书什么唱10万20万的，你也就看看就行了。真正的书都尘封在国图的博物馆里的，好书你们都不看的，觉得太无聊了。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金融不是拍脑子的事情，是讲逻辑的。我们没有任何的预测，一切都是在你的体系框架内去寻找那个逻辑性的概率，去制定你的交易策略，完善你的交易体系。任何投资千万不要想着去博弈啊，这个博弈指的是，我其实有人说那博弈难道不是一种方法吗？我说那需要很强的心脏啊，这个更不要去赌博。如果你赌博的话，现在买张机票到澳门很快，那个更快啊。我们分享的目的不是告诉大家答案，是告诉大家方法。谢谢。